到秀秀边的健身小教室，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非常厉害的健身商品，就是这个。这呢是美腿夹，但其实它还有非常多种的功效哦。现在我们来介绍它的外形。它的外形呢，中间这个是 PVC 的体胶，然后这边是连接的泡棉。从它泡棉侧面看，非常的软，非常的软，所以在健身的同时手也不会受伤。然后里面呢，它有加粗的弹簧，所以更可以达到我们健身的效果，效果会更加提升哦。它可以健胸，就是把它对准中心点，然后往内用力的夹。用力你就会觉得哦，胸上肌肉以及手臂有开始紧绷的感觉哦。可以练手臂，把它顶在腰部的位置，然后握住，之后就开始往下压，可以甩掉你的掰掰袖。觉得手臂开始紧绷，那就是面对地方喽。它也可以练背肌以及手臂后侧的肌肉哟，像这样双手扣住这颗球，然后我们用力的夹住，夹住的时候，这个要顶住我们的手肘内侧，它往后放，用力的伸直，就会觉得啊，肩膀下方的肌肉以及我们背后手臂后侧的肌肉都有使到力哦。把美腿夹夹在大腿中间的位置，不管是坐着或是躺着，只要用力使劲的夹，你们都会感受到大腿内侧脂肪在燃烧。使用这个美腿夹，你就可以拥有美丽又紧实的美腿哦。